就是在你上面，我可以都我可以，嗯，可以可以。干嘛 ？OK。谢谢。跟你们预期是一样的吗？是一样的。这是重庆森林的台词吧？对啊。嗯。啊，为什么你们会选这句台词啊？感觉吧，站那以后，就是很喜欢。作品是一方面，主要是比较喜欢这个台词。作品是一个方面，主要是比较喜欢这个台词，然后主要是比较喜欢写台词的这个人，是吗？三秒。谁？多少会有点紧张，因为毕竟北斗是被选择的状态。上车之前我就锁定了沈月。话没那么多，我话也挺少的。哦。因为我觉得他很活泼，交流起来应该会比较的舒服。沈月，啊，有一封来自郭俊辰的那个卡片，还有他的谁？卡。哦。谈的。哦。奶茶。是的。哇，沈月。什么难以启齿的一些文字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他说室外很冷，要不要去陶艺馆坐坐？很暖和。那你去吗？他是想把主动权交给女方，不要给压力女方。好像这个是会有点反转嘛，最后会不会？这是不是一个爱情剧里典型男二号的人设？嗨。那你去吗？我去会儿。嗯，你想去的话就去呗。啊，尊重你的选择。嗨。Hello。嗨。哎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外面很冷吗？拿去护护手。谢谢。要不要这个？这还有这个暖宝宝。你先坐会儿，暖和一下。今天我看那个马场的特别冷，特别冷。然后看你们穿那个马术服，应该是没有那个绒的吧？对对，挺薄的，挺冷的。这可以做那个手工的蜡烛。就是哪儿都有那个 happy。对，刚刚那匹马叫 happy， 然后何宇说他小名也叫 happy。哦，对，好，那咱们玩这个呗。行，给你们一个人发一块陶泥，这有点凉，这样会暖和一点。应该没那么凉。能不能来救救我？没事，这不着急，这样就可以。对 ，OK。
再变成一个什么牵牛花的形状。但这样吧也挺好看的，这个好看，对，这个好看，就这么定了定型了。我们行啊，打扰了打扰了打扰了。哎哎呦，小何来拍张照片啊。好好来吧，拍上了，拍上了吗？可以了。 OK OK， 那我就带着沈月走了啊。啊啊，你不来这找我的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来找沈月的啊。好，我忘记了啊，沈月一幕真的是你知道吗？刚是，你把我这个，让他给我吸上，套下就好了。往后边我看看，好了。这个，走了，队长。那我们就走了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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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想给你压力，就是觉得那个就是不合适什么的，或者有点不好意思说。我觉得还是简单点好。还有就是，我觉得你跟何宇相处的时候，确实是也是挺开心的，我能看得到。包括你们在一起做那个活动，因为本身我的性格不算是特别活泼。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人，但是只要是了解我的话，或者说是接触比较多的话，可能我会再活跃一点。对 ，OK。总之，我是觉得，不管做任何事情上，不要有压力，有压力的话，可能性质就变了。嗯，帅的大男孩，完美的身，Fan CK。你来了不该来的时候。你要干啥去？朝鲜院。行，乔沈月排队，一会儿，没事儿。瞧我们丁姐，你童姐呢？啊，你童姐呢？童姐答应了吗？你们俩先聊吧。我在那个远处拉着背，默默的看，有那个感觉。其实我们也该聊也聊完了，都聊完了。没，你别要打扰，不要打扰这个时刻嘛。哎呀，不打扰，这屋里就你俩呀，没了。对。赶紧出去吧！是不是 PD 没拦住你？哪有人拦我呀？你看着没有？这不拦着你了吗？别不懂事儿了，下去。管好你们家艺人啊！我来抢你来了，你跟我说我不懂事儿。桑爷，你来抢我？你来这儿干嘛？抢沈月。烦死你！怎么跟大哥说话呢？坐。楼上排队呢，楼上排队啥意思？楼上有还在聊，啊，他俩聊着呢。我会好好选的，但是我没有压力，你放心吧，你也不要给自己压力。我没有，我还好。对，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，不管你选什么，嗯哼，好 ，OK， 走吧。三月，三月。三爷 ，Fan CK， 你们叫的一点都不霸气。反三 K， 你也不霸气。重音在 K， 对，何宇来一个Fan CK。我回女生宿舍了，这是男生宿舍。这不重要，这不重要。你要不可以也可以坐会儿，要不你们仨聊一聊，我在旁边听一听，我指点一下。要不回去吧。对啊，看看，回去。你回女生宿舍干啥？我不回去。懂事的人会知道来送一下。Q 你呢？真的不明白吗？没有。走吧。你 boss 哥就这么目送你了。我们。